Bé,嗯，昨天分享中德是啊，高峰老师，啊那呢，就主任为某个地方啊，教授是啊，智光法师，啊咱在座各位法师，啊各位居士，各位人民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啊咱家奉敬，啊今日呢是咱智心学院，哦智心佛学院的这个开学，哦。啊，今日因为咱连宵有两位法师去到这个宝云禅寺吼，啊去受这个三藏大戒，啊因此呢，咱有一部分的技术能力吼，啊前往去这个护持戒场啦，哦 啊所以今日上课的，这个人数呢，感觉有较少些看吼，啊本来是讲咱来后礼拜才来去前往去这个护戒，但是后礼拜节目真济吼。接到阮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诞，啊，咱连接这个龙王法会，搁要接近又搁布置吼，啊，这个长的时间又搁三更五更，哎，找不出时间啦，只好甲咱老和尚报备讲，真歹势，只好搏今仔日的时间咯。啊，咱师父行慈悲吼，就好啦，嘛是需要吼，来去护持这个戒定吼。毕竟呢，佛法内底啊，需要精湛精，佛法才会行。那今日咱这个开学，哦，咱为目的经呢，哦，过去进前是由咱这个慈龙法师吼，哦，来担任这个教授，哎，这学期这个时间上，哦，比较较袂较好势啦，吼，哦，咱特别呢，啊，礼请哦，礼请我们的智光法师呢，啊，啊，为咱来我们这个吼，这个的帮忙，啊，非常的优秀，哦。咱连宵法会呢，也有几次呢，啊，请法师哈，哦，来担任我们这个伴唱哈，哦，这个维罗法师。那伊本身过去是在这个福建佛堂院，福建佛堂院在这个新店，哦，佛堂院这个学习比较，讲讲对经藏的深入啊，拢相当的这个研究。那法师呢，拢含蛮感慨啦，反正拢这个甚至。六年级的拢还是少年的啦吼，那伊管理呢，出来为咱佛法、为咱佛教来推动啊，我感觉这是真好。尤其咱老和尚吼，伊对咱少年的法师呢，拢非常的栽培，而且呢，真管理，让少年人有机会，在这个佛法，这无论是清净经藏也好，无论是法务，或者是学务各方面，只要你管理发心。那个老和尚呢，拢全力支持，我咧尽量去发挥。即个当讲我接近中老法师以来，我们老和尚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哦。即个感谢咱老和尚嘛，把咱接咱团队，把咱教练团队吼，为咱大众啊来让各自的发言呐，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。那这段时间以来吼，有体会到一件代志吼，有人咧问啊，讲啊，讲法师啊，那修行会介艰苦？哎，修行介艰苦？哎哇，袂啊，啊，那技术修行介艰苦？袂吼，哎，有诶，唔敢回答，不回答不代表就不知道吼，看个心肝来家己知啦吼。有人问啊，讲法师啊，修行会介艰苦？那根据呢，咱这个过去。在清朝，哦，有这位小说叫做显安大师啊，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哦。显安大师呢，有讲一句话，那一句话告诫哦，在我内心里面呢，产生蛮大的一个力量。伊讲啊，假使你这世修行感觉是介痛苦，假使你这世你这一次的修行觉得很苦，那你犹不知今生的懈怠更苦。有啥物原因啊？假使咱即世修行感觉是苦，但是呢是短暂的，换来是永久的解脱甲安乐。咱用即世时间解脱是即世人的代志，不是后世人的代志。假使咱即世人安尼懈懈怠怠，感觉呢茫茫渺渺过日子，生活该怎啊呢？顺顺利利吼，但是呢来世是安怎？在这个三界来轮回，时间搁愈久，搁愈苦。
实有伊个道理。所以咱修行个时阵啊，免不了有真侪考验，无论是道场个考验，无论是咱个人学习境界考验，包括咧咱在即个界定非三学个即个进展学习，拢有足侪足侪考验。但是无论对一种个考验，咱今生个目标非常清楚，是要来了脱生死。是要来了脱生死，是要来断除烦恼，是要来攻击神的。那么相信呢，咱的这个目标清楚，那对佛陀的亲历呢，一定有足大的帮助。那咱今日这个台湾的开学啊，咱接了咱法师呢，会予咱足大足侪足侪一挂这个对佛陀哦，对教理的亲历，希望咱能有咱法师大家呢。共同来掌握到这么宝贵的时间，咱老和尚呢一起叮咛，学院的学务、教务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顺顺利利来弘扬公道，绝对袂当有任何的障碍来停止。我相信咱老和尚啊，对教育非常的坚定。我们要为了护持正法，为了让莲社的整个的法务能够推广。教育是最根本的，教育是最根本的。咱法师爱教育，咱在家技术嘛爱教育，因为有教育才有人才，有人才才有法度来继续来延续着咱的法身慧命，这是需要。所以咱这两天呢，咱这个礼拜六的早上，我们还是有这个菩提道士地广论。那下午的时间呢，哦，有这个学佛心理，啊、哦，学佛心理呢。是关于介绍到，哦，咱在道场内底应该遵守的戒律、规矩、规矩，哦，因为咱拢是一个皈依的三宝弟子，对佛法了解以外，行门上、解门上也都要来深入。那礼拜天呢，哦，星期日，哦，咱在喜就由我们智光法师来担任的《维摩诘经》，那下午呢有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哦，然后呢佛学课程呢。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丰富。只要咱管理啊，我们各位能够、啊、要入宝山啊，不要空手而回哈、哦，好好的来跟法师来学习、哦、啊在这呢，简单借用着咱这个大家时间，在这祈求咱大家啊，法力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啊